要随意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，我的痛怎么形容，一生来错放你的手。谢谢，下一位66号四喜丸子之一，支持我，寂寞的季节。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更迭，哦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。神奇啊，双胞胎长得像，声音也很像哎。对啊，而且唱歌都感受都特别好，而且很有默契。对 啊好，接下来91号，为你写诗。为谁写诗？我有点为你。龙队。为你写诗，为你倾听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。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心智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哦，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谢谢。哎，他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歌手，想想之前他是那种细细的柔柔的感觉，然后这样换一首歌之后变成非常有爆发力的歌手，我看好你，91号，加油。谢谢。好的，四位当中如果按照演唱顺序1到4选择哪一位？龙队兄弟们有自己的意见吗？选择2、3。哎，我又听到这样的 Face the mic， 来吧，四位当中挑两位。61号、66号，恭喜两位，恭喜两位，也谢谢56号，谢谢91号，两位也会获得创威提供的酷开 MP3， 回到我们队伍当中，谢谢明明。那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龙凤两队的6位代表都已经选出来了，马上来看一下即时票数吧。好的，我们看看场外的擂主和挑战者的支持率。挑战者，哇，赶上来了，对，赶上来了，真的很快，但是还是差了7000多票。对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接下来还有表现的机会，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实力嘛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龙队、凤队6位代表来，有请，欢迎龙队，105号，张信，61号，王阳，66号，李星星，凤队42号，金池，04号，张昭熙，15号，李美姿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龙队。